雪梨烟火今年从倒数就开始出现数字烟火，一开始的烟火是大红色，显得喜气洋洋。是磅礴的交响乐映衬着万丈光芒的烟火，每年都吸引全球上亿人口一起观赏的雪梨烟火继续精益求精。除了烟火外，一旁还有五彩雷射光舞动，对应着雪梨港的湖面，海天一色，天地灿烂。雪梨烟火长达12分钟，用了超过8.5吨的烟火，让整座雪梨城的烟火爆破声不绝于耳。灿烂10万发烟火好像来自四面八方般，让人看到眼花缭乱。雪梨港湖畔的游船还能随意移动角度，让烟火仿佛就在游船头顶炸开，震撼力十足。今年的雪梨烟火耗资约1.2亿新台币，色彩以金银紫为主轴，整场烟火闪闪发光，让人目不暇接。雪梨烟火再次超越自己，在2019年一开始的第一秒就给大家带来震撼。记者何瑞珠综合报道。